100年前的吉贝语，没有污染，没有猜拳，没有 KTV， 什么都没有，只有轰烈的爱情。传说中有一对男女，彼此深爱着对方，男的在海上打鱼，女的在岸上织网。有一天，男的在海上干活的时候，风暴把渔船打沉了，女的在岸上看见，大声地叫着不，就往海里跑去。从此以后就没有人再见过这对年轻人。有人说吉贝语的海豚就是这对年轻人变的，因为吉贝语的海豚是最多情的，他们找到对象以后永远都不会分开。哎，还有还有，世界上也只有吉贝语的海豚会发出噗的声音。故事好不好听啊？你们好难听哦。你明明讲的是一个恐怖的鬼故事嘛。哎呦，你不要理那么多好不好？哎，来，快点来吃块西瓜嘛。爷爷，不吃了啦。拜托你不要每天噗噗噗挂在口边嘛，赶快好得得啩。是你们改了个名叫阿布的不？哎，你们帮帮忙，我跟你讲过多少次了，跟女儿讲话不要一半国语一半广东话嘛。你看啊，现在广东话讲不准，啊，国语讲的没有高低音，啊，台湾话也不会说了。哎，拜托，你的国语讲得那么好，你教他呀，我费事同你拗啊，死肥佬。哎，你在说什么？最后一句说什么了？你哪部的公家妹？哎，我问你，你在说什么嘛？回港没耶？那些人啊，我讨厌，每天来白吃八喝。待会你拿啤酒出去的时候啊，给他多加一点水。啊，又加水啊，不太好啦。阿布啊，酒快来了，哎。小道。阿布啊，这是啤酒没有加水吧？绝对没有。哎呀，啊，这样啊，快点，一人追一追。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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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傻丫头啊，你要害死别人也不要害死你爸妈。有 KTV 的唱 KTV， 没 KTV 的就看电视，没电视的
就听隔壁吵架。所以吗，现在的吉贝语连海龟都不下蛋了，何况是爱情。要给你 我打了一辈子的鱼哦，这个是我见过最有机会有珍珠的生蚝哎。啊，那有没有？没有。那你花了多少钱去买这个啊？3000多块。谢谢。还有这个啊，这是我朋友在台北开的，他说如果我们去的话可以打折。你想娶我啊？不是啊，我的意思是说那个，对了，我想娶你。你拿一个这么大的生蚝就想要向我求婚啊？这个生蚝不是那个了，我的意思是说那个，对了，我想求婚。好。哈？让我考虑考虑。真行，这么大一超也给他找得到。他今天向我求婚。是吗？那你喜不喜欢他？我觉得他人挺不错的啊，很勤快啊。哎，我问的你是喜不喜欢他，那么我以为5个字就解决了，我喜欢他，我不喜欢他，啊？哪里位？哪里位？妈，你为什么会从香港那么老远的嫁过来给老爸？哎，你老爸以前很英俊的呢，而且他煮东西好好吃。你煮的东西也不错啊。哎，那不同的，有你喜欢的人煮东西给你吃啊，特别好味道。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是什么样子？喜欢一个人的，你会很想看到那个人，看到那个人的时候呢，会好开心；看不到他的时候啊，好像掉了一块肉似的。连他睡着的时候啊，你都会牢牢的看着他。当你有这个感觉的时候，你一定是很喜欢很喜欢那个人，这没错。有什么好吃的？香港啊，腊梅饭呢，味道不错啊。你对龙鱼没有感觉是吧？那只是生你出来的，命呢是你自己的，自己的事情自己决定喽。求婚呢？你笑什么啦？我听过一个故事哦，说所有的人呢，本来都应该一对一对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后，大家都分开了，所以大家就不断的寻找，一直找到自己的另外一半。
德里吗？香港 ，Albert。好浪漫哦。你甲我有缘无分，不通耽误青春。你悲伤的时阵，引我稀微心酸，藏我风雨冷酸酸。第一次坐飛機啊！你點知㗎？我梗係知啦。喂，香港新機場咧好大噶，好易蕩失路噶。都係咁啦，我帶你周圍玩下。曼哈頓 Robert 仔，個個場我都熟噶。嗱，我猜親會咧好多人賣你噶，嗱，同我玩好威噶，好嘛？你孖生啊你！四眼仔唔识世界，啊睇手眼好似冇人。最有咩消息？收到市之後，獅子基金喺 Interbank Market 不斷借錢，就算隔夜錢起到20厘啊，佢哋都有幾多收幾多。幫我查下幾件事。第一，查下 Line Fund 手上 short 咗幾多張 Nikkei Futures。
第二，check下大藏省日本 yen 系咪有好大嘅升值压力？第三，check下美国喺日本嘅海军基地系咪就嚟弱到？如果所有嘅答案都系 positive 嘅话，佢哋空几多，我哋买几多。但系呢个对冲基金啲老细有两届 Nobel Prize winners， 佢哋用嘅 formula 应该系天下无敌嘅。应该就天下无敌，但系虽贪心，揸住四百亿美金炒到四千亿，迟早出事。叫我 order 去做啊！系，陈生 ，thank you。我订一百支玫瑰花，连埋张卡，同我送去俾卡门 ，Office Hour 送去。啊，你唔系同佢甩咗嘅咩？你朋友都得嘅。你大个仔啦，应该好正正经经揾翻个人啦。揾唔到啊！咁多个都揾唔到，个个都貌美如花，大方得体。就大方得体一只。咁你想揾个点嘅啫？揾个好笑嘅咯。估唔到樽飘到咁远啊！去到台湾，我真系几服你嘅。执到个樽就嚟咗香港，浪漫得嚟都几勇啊！不过世事嘅嘢咧，往往都咩啊？即系世事嘅嘢咧，往往都是寫給你男朋友的 ex-boyfriend 舊男朋友啊，你這麼浪不喜歡女仔都有的，蔡有多浪而已，很浪喔，你這麼帥仔，蔡有多帥仔而已。咦，好靚啊，不怪得你扔個瓶落海這樣和什麼劇，我都是因为你块板啊才搬来这里住的啫。都不是啦，我都是帮你在酒店煲定间房，你听到回台湾啦。不好，我咁大个女都未出过门口，第一次来香港，梗系玩翻个本先咯。香港冇嘢玩噶，香港好闷噶，你听到酒吧啦。唔系咧，我听我朋友讲，哎，香港好多地。做坏咗好多嘢食喎！我都系打电话帮你，就算 book 定间房先啦。诶，唔好啦，我冇钱噶。你唔好见我啦。不如你俾我住喺呢度先啦，好唔好？唔得噶，我唔同得女人住，我猛整噶。唔叻，好叻，唔该你。得叻，唔该你，你够叻。点俾一个人？由台湾过来呢度揾你，点知我火不对办喎，又话人哋浪漫，依家又咁样对人，好，我走。阿波啊，系，留张票啊。
摆低咗个袋，鬼整啊！最怕人喊噶啦，搞到人哋心都噏晒。等人收工带你去玩啦，非要陪你去开工啊？你做乜嘢噶？我就系全港首席 make up artist， 江湖人称化腐朽为神奇，亚洲第一神手女八岁。头啫嘛，有冇搞错啊？我有冇搞错啊？沙发个盖啊，漏晒光啊！你有冇搞错？错漏光啊，闩门啊嘛！I'm so nervous on the phone. What's the emergency? No emergency. I just missed you. You don't miss me? Sit down, I'll get you a drink. Tell me, what's going on? Maybe you better go.陈子午，咁好天你游船可唔过埋我？唔请你一嚟啦。喂，杂志话你同我女朋友拍紧拖啊。杂志讲你又信？成熟啲啊，卢乃华。喂，咁系唔系啫？系。你由细到大都系咁样嘅，咩都要同我争。喂，嚟。听讲最近你对我哋公司啲股票好有兴趣，我对任何股票都有兴趣，唔单止净系买你公司嗰只。唔好话我唔先至声明啊，我哋自己围内揸晒所有控制权噶，你唔使旨意收购我哋公司。即系点？你而家企紧呢只船系我嘅，个女朋友系我嘅，你用咁嘅态度同我讲嘢，你有冇搞错你？今日你叫我嚟嘅目的系咩咧？同我讲对唔住啊！唔好话我唔俾个落台机会你啦，兜口兜面唔好意思讲系咪啊？我走咗之后五分钟打电话俾我，同我讲五分钟。而家几点钟？而家五点半。喂，戴只表又睇唔到时间，你戴嚟做咩？边个得闲同你戴表啊？戴蛇嘅啫嘛。嗱，帮我夹住佢。五分钟之后佢唔打俾我。帮我掟佢落海，俾个水母佢，唔好浸亲佢啊！系老板，帮我啊！老板，拜拜，拜拜。喂，快打俾我老细听，我对唔住。
晚啦，我老婆大咗肚噶，我真系赶住翻屋企睇佢噶。去咯去咯，咁即系要我掟下落水咋嘛？我飞舞 ，OK， 行啦，松手啊，落水啦。哇，好彩！开船了。你即系跌得唔得？我都即系啊，好痛啊！你唔痛我咩？我又冇啊，不过好想食啲嘢。喂，有排坐
傾咩？不如我哋傾下咧，你最中意啲乜嘢啦？我啊，唔係啩？嗰啲車啊、樓啊、女人啊，好悶喎。咁嗰下你最憎啲乜嘢啦？我最憎同唔係我咁中意。 你最憎乜嘢？我最憎长大，因为大个咗之后咧，冇得人性，同埋咧，冇人性咩？任性。任性。同埋越大个咧，就要少人性。咁你最中意咩？成身汗嘅时候冲个凉，一大早起身嘅时候咧，要热到真。 我哋香港啲星星幾靚嘅喎，香港嘅星星啫，啲星星度度都係咁靚啦。睇你昂昂哥嘅頭睇下啫嘛。啊啊啊！流星啊！流星。係啊，阿媽話見到流星嗰陣咧，即刻摸住個褲帶咧，就攞粒糖喺個軟膠下就好靚噶啦，我細個冇帶褲帶出街啊。嗱，流星啊啦。 喂，先啲康威尼嗰几只股点啊？同我 hold 住啲火，仲会升嘅。琴晚我见到罗乃华，你话喺啲股票俾啲维罗人揸住晒，你帮我 check 出翻个电话，潜咗水。喂，我送一送你啊，要行成个钟都叫唔到车嘅，然后又多检查查身份证。唔使啦，不过
不如话俾我知呢度系边度，自己行翻去得噶啦。呢度前冇路，后冇路，方圆几廿百里都冇人要阿姑。我叫阿姑啊。阿姑啊。阿姑啊。得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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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哦。喂，唔系叫你啊，呢个小姐。啊，老爷啊，呢度坐咗两个位嘅啫。我知啊，嗱，呢度廿蚊，前面嗰度咧有好多车搭嘅，有的士啦，有巴士啦，有小巴，仲有地铁添。老爷，你好嘢。你两个人住都够啦，嗬？你坐下先啊。我可唔可以周围睇下？哦，好啊。唔该。搵咩？我搵嘢喂鱼啊！哦，唔使噶，呢个系电子鱼缸嚟噶。啊！你过嚟啊！你过嚟。你做咩养电子鱼啊？唔好咩？第一唔使换水，第二啲鱼永远都唔会死嘅。急停电点算啊？喂，你咁大间屋，你有冇请啲朋友嚟玩噶？我冇乜朋友。真系好闷。你又做咩啊？你好中意打高噶？有啲人中意打高，有啲人中意跑马，我就中意打拳同埋健身。呢个八爪鱼做咩噶？唔好问咁多啦。我谂都啱你噶，你入去换咗佢。我叫我的士嚟我屋企，二十分钟，好啊。衫咧，镜后面有间房嗰度。我点知你镜里边有间房啫？好肚饿啊！系非常之肚饿啊！我都系嘅。香港系咪有啲好出名嘅南美饭啊？依间餐厅我成日都叫嘅。咁咁样嘅厨房你唔煮嘢噶？太多油烟我唔中意。
你蒙住我做咩啫？你快啲食啦！食。笑咩啫？我笑你嘅样食嘢好好笑。有钱啊？你做咩噶？垃圾。你讲真啦。咪系垃圾。诶，唔讲咪算咯。我可唔可以要杯汽水啊？果汁咧，健康啲。阿姑啊，落咗碟啦喎！你做咩？够了吓，唔好再喺度嘻嘻系系啦吓。啊，我话有嘢俾你听啦。原来咧，嗰个樽真系有意思噶噃。梗有意思啦，我抌个樽落海，俾你执到，嚟咗香港，跟住又供你食供你住，咪就系咁咯。唔系咧，咧我之前咪同你讲过嗰个咧。陈子午啊嘛，你讲过好多次啦。系啊，琴晚真系。好刺激噶嘛，你讲过好多次啦。我覺得佢呢份人覺得佢好得意噃。得意？嗱，呢啲雜誌咧，每個星期咧就準時出版，而佢嘅女朋友咧就每個星期準時換畫。花 fit 係咪貼切啲啊？得意，睇下先。啊，佢啲舊女朋友講佢，佢雖然識氹我，又唔取甜舌滑。但系其实佢系一个好浪漫嘅人，虽然佢成日黑黑面，讲嘢又超级骨女趣，但系其实佢一个大细路，佢好胜心好强，又中意追求新鲜感，决定咗嘅嘢永远都唔会改变，同佢一齐好冇安全感。咁即系咩意思啊？贪新鲜咯，见到一个追一个咯，决定咗嘅嘢唔会改变啊！即是话非你啊非你啊，可能那些女仔同佢唔够啫嘛，边有人俾安全感啫？安全感是自己俾自己的，我费事同你讲。横掂咧，香港已经冇咩好玩噶啦。翻台湾啊？我觉得陈子午几好玩。好玩都要人哋侵你玩先得噶，唔通走到人哋面前一二三啊，除晒衫俾人睇咯噃？黐线，佢梗唔系咁嘅人啦！黐线，佢点会唔系啲咁嘅人啦？佢都成讲啦，佢系一个好成又贪心先嘅人。我已经有计仔，不过要你帮手。你唔好搞我。嚟帮下手啦！费事睬你。伯母，阿布到底到哪里去了？好像拾到一个玻璃瓶，然后到香港去咯。这次我一定要把阿布找。周云飞，周云飞，周云飞，谁？我吗？我不是周润发。周你讲国语嘅。小姐，你认错了，我不是周润发。你咪玩我咯，点会认错啫？系啦，先生，先生，佢系咪周润发啦？哎呀，发哥，哎呀，点会喺度见到你嘅？啱啱喺荷里活拍完戏翻嚟啊！签名啦，签名，快啲签名。不是，先生，贺年先，贺年先。好好好好。佢是我。一二三，影。好靓啊！小姐，咁你都唔该啦，帮我影张。阿发哥唔该，你都当咧揾支枪指住我咁样啊！嚟准备，一二三，影！哎呀，发哥你真系好人噶！哎呀，
我哋已經 check 過勞氏化工，上年詐騙嘅營業額有13% 增長，除咗税後，純利都有10億港元，股價比例帳面有成30% 折讓。我哋亦都透過唔同嘅途徑喺街外買咗16%嘅股權，但係盧乃華同埋幾個大股東咧，就死揸住佢哋手上嘅65%嘅股權唔肯放。如果我哋再將個收購價提高嘅話，個日價會好高嘅喎。同我放曬股票去。千生。全部の株を一緒に売却すれば株価は下がります。このような高値で購入し安値で売却すれば我が社は大変な損失を被ることになります。指示通りにして買ってください。同我約KK食飯。是陳生。 Who's KK? KK 是環境保護處的 Director。上下落啊！我啊落，啱啱楼上探完朋友，呢度顶楼嚟嘅，系真系落楼下探朋友先啱。探边个啊？探下边个儿生女咯？叮叮叮叮叮叮，啊几清静喎呢度，卖几钱尺啊？银行按到80%嗬。你做咩写啲嘢喺我门口？我都唔知你讲乜。咦？你睇嗰邊？你再喐手唔得啦！放手先，放手先！你做咩寫字喺度？放手先啦！手字幾靚啊！够啦啩！我唔识功夫，我负责送嘢噶咋。送咩？喺后面裤袋。哎呀！咦？哎呀！死火啦今次，大家甩埋，放我一马。得，睇下先啦。算是這樣的吧。沒事我沒事。其實查實他信不信我是黑幫頭子的女朋友？我怎麼知道他信不信啫？喂，這條橋行不行？一定行的。那下一步怎麼辦？下一步就靠你班兄弟姊妹幫忙了。嗱，一看就知道我們不是好人了。我們今天是專門來斬你的。唔怕话你知，系喎，呢啲男朋友啊，是台湾啲黑帮投资，我的投资不习惯你男朋友，所以叫我们来国花呢方面去要求资，点解到你？真系唔到你唔算啦，报纸都卖到行晒啦。啊对啊，声仔声个，黑白两道都在找你。而家咯，我杀好狼喎，啊，我要去行啦。
叫白車。 你知道有嘢叫做日久生情啊！出痴點啊？佢揾佢咯，練到佢愛上我咯。咁你見到佢之後有冇好失望？佢好有型噶，跳舞又叻，都不知幾浪漫啊！識跳舞就浪漫嘅咧。你識跳舞嘅咩？咩先啊？呢啲咁喎，梗係識唔識嗰啲刺激啲㗎？識。係咩？佢呢度呢度嚟，跳跳跳。係。係啦，嚟咯噃。
刺激啊！刺激啊！冇啦。你唔系惊咩？唔系，搵多款啊！只要你唔惊嘅话咧，你搭住我，你唔好喐就得噶啦，咁我就会好多个花款噶啦，好唔好？好啊好啊！你搭住我先啦，嗱，走三步啊，一、二、三。最大的生产就是制造垃圾，你现在做垃圾再做的生意都挺啱的，正所谓人气我取，人取我气嘛。你上次都做得挺好，将美国拉芬那班友搞到扎扎跳，现在出面的人说你是我的徒弟，我都挺开心。多谢你。唉，我说多谢，要你本身是这样的材料才得的。是的，最近又搞些什么？听说你想收购你的老友卢磊华那间公司啊？志文，你知不知道赢的最高境界是什么？赢的最高境界不是说要赢到尽，是要赢到对方心服口服。老细，出了事了。你说。那不是全日全日收市跌了两成，现在估计是六个半。你说市值跌了多少？我想啊，二零亿左右。还有已经证实了是陈子午订洗货出来的。陈子午最近有什么动静啊？听说他就跟银行家走得很埋，想搞收购。如果他想搞收购，他没理由订洗货出来的。而且现在他的价格都这么低，他很伤的。陈子午在想什么啊？老弟。你准备搞成这样？我帮你出去搏下陈子午。你有没有打伤他？哦，这样他一点事都没有。你为什么会这样做的？你万一打伤他，我怎么跟他父母亲交代？又或者万一你睇你哋，唔使萬一啦，俾人打個豬頭咁，我點同你父母親交代啊？係盧老先生嘅意思啊！哎呀呀呀呀呀！阿老豆做乜鬼嘢啊？哦，唔夠人打去搏人，咁不如你揾多一份插佢啊！啊，不如揾張肥冧佢咧。哦，係噃。你今日唔係英雄嚟噶，你今日狗熊咋？要打，堂堂正正咁打。啊，咁又系噃，系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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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哋喺外国揾个打仔翻嚟，打要打赢佢，身材要细粒过佢，最好咧系要靓仔过佢，咁就一定激死佢啦。你做咩啊？我呢个手势啊，系叫你睇医生啊！走啦！错咗咩？Oh my gosh, what's he doing?
系你呢套衫咧。啊，我借你呢套啊。嗱，你去中环依上矿立 P 揾个爽拖蛇立波，你话我介绍嘅，咁佢会帮你执套衫噶啦。我食你住你，而家又使埋你呢嚿钱，边个意思啊？唔使咁感动啦，求其你开心咧，就我开心啦。拜拜。老李。点啊？咁一阵间食饭，我应该点做啊？你梗系饰演一个黑帮投资女朋友嘅角色啊嘛，你咪用方法演技演好你个角色咯。啊？即系点啊？求其啦，串啲啦，串啲咁啦。都算是不話得啦啩！嚇，唔通個傻妹又賴低？咦，揾邊位啊？救命！這是你，你這是……哎呀，我打不了，叫出來！我打不在哪里？叫出來！求求你告訴我，阿布特在哪里啊？陈生，唔该。陈生，你喺度做咩 ？Excuse me， 呢位小姐靓得盖人教惯，我个人认为加啲风添就真系 wonderful。你今日好靓。我知啊。你做咩啊？呢啲八二年嘅红酒。看得出摘葡萄嗰个人系六年年出世，踩葡萄嗰对脚仲未洗添。食咩？你话事啊？不过唔知呢度有冇腊味饭食噶？啊？我讲笑嘅。怪不我。咁多人望住噶，叫你翻入去先，有事叫你。好。Excuse me， 点解今日冇其他客人嘅？今晚净系我同你嘅啫。哎呀，咁咪冇明星睇咯！我朋友话呢度好多明星睇噶噃，咩你喺屋企咁闷？出咗街又咁闷，你真系一个朋友都冇噶。以前唔方唔冇朋友。阿卢生，唔好意思啊，卢生，出边啊，卢生，阿卢生啊。陈子，你话俾我听，点解你咁衰嘅？点解系都将我公司股票啲价钱执到咁低？我同朋友食紧饭，听日打我公司。你话俾我听啊！点解你咁乞人憎嘅啫？你专门做埋晒啲损人不利己嘅事都有嘅。阿卢生啊，唔好咁样啦，我真系好难做。先生，睇你嘅样，你都几聪明噶嗬？咁我系几聪明噶。如果你有时间咧，就唔好出街咁多，翻屋企咧，食多嘅枕头谂下，点样可以保住间公司好过啦？请问你系边位啊？我系子母嘅朋友，佢今晚包咗呢度请我食饭，你依家骚扰紧我哋。你知唔知你好冇礼貌？陈子，我哋出去倾，我哋又出去倾，搵个名等你，行得啦，手势都睇错，哎呀，有错咩？啊，你都几串噶噃？湿碎，我咩大场面未见过啫，系咪？你真系要出去啊？系啊，好快翻嚟。Excuse me。
小心啲。阿边个啊？唔紧要啦，我同你老细通过电话噶啦。总之咧，就我同陈生有啲嘢倾，咁啊，你唔好俾人停车上嚟啊，唔好俾人攞车咁得噶啦嘛。有啲咩损失嘅话咧，啊，全部孭晒，唔使担心，好嘛？系卢生，你四个嗰边睇，即刻我嚟。陈生，你哋慢慢啦。卢乃华，你又搞乜鬼啊？好嘢，我介绍个朋友俾你识，我专程喺外国请佢翻嚟噶。Ladies and gentlemen, hello. Alan 咧喺个磅数入边系从来未输过。今日我派佢代表我同你一对一公平决斗。因为我就同你打，我同你磅数根本都唔啱嘅，赢咗都俾人笑啊！黐线，就系要呢下啊嘛！你睇如果你输咗俾佢。好好笑啦！老奶话：你长大啲啦。喂，等咩先？方便先。No problem。No choice。咦，点解大拳套打嘅？黐线嘅你都打烂只胶而家，我想打人陈子午咋，想打死佢啊！打住个拳套打人痛唔痛噶？唔痛，你射中一拳啦，冇咁伤咁解咋，有排你晕添啊！睇头，放音乐。Try to knock me down any way you can。No dirty tricks. They say you're a great fighter. Come on. Look, they're not gonna let you leave here without a fight. You asked for it. You ready? Of course. Ellen, 俾佢撳住嚟睇添。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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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Alan 而家试紧，我想睇下陈子午啲拳有几重。嘅呢啲叫让赛，由四安士换到十二安士，足足让咗八安士，证明陈子午啲拳唔够重。I've come a long way. I don't want a short game. 每一个拳手练拳嗰阵，都有属于佢自己嘅音乐。到正式搏击嗰阵，呢支音乐就会变成佢嘅节奏，而节奏就会变成步伐。陈子梅家完全乱晒噶，佢俾 Alan 嘅 rhythm 捏住嚟走噶。哇，老细你讲咁叻，点解唔去打嘅？系咯系咯系咯，我次次同陈子梅就练拳练到大噶，不过次次打真输俾佢，唔练啦，我转行，转行读拳。读拳？读拳同练拳有咩分别啊，老细？分别就系讲咧，我就天下无敌；打咧，同你哋一样，无能为力。陈子午嘅步伐不嬲都好 fit 噶，点会咁嘅？一定系净系挂住养我公司，冇练嘢，啲步伐生疏晒，抵死。
Not enough power. You're good. My job is done. It's good. Chen Zǐwǔ, 点啊？我打亲你啊嘛！我而家输咗，你好开心啊？本来以为系嘅，而家唔知啊。要唔要帮我call人嚟啊？唔玩啦。 帮我啊！ 喺度喺度。你叫系呢度等你啊嘛，见唔到你，又嚟揾你咯。一定系佢哋人多，黑人少，出矛招。冇，一个对一个，我真系输咗。输咗咪输咗咯，输输下咪惯咯。最多听日咪练翻拳，打完佢哋啦。拳系要练，但系练完系用嚟打翻赢嘅。唔系打完赢咁就嚟做咩啫？
我想练身健体，头脑都灵活啲。讲真，我好耐都冇练嘅。哇！你屋企咁大嘅健身房，冇嚟摆嘅。一个人练嘢好闷嘅。吓？我陪你练啊。最好咁好做咩？ 你而家笑得有幾好睇？啊，我頭先見到你嘅樣咧，好穩陣㗎，一定係你穩陣所以輸咗，係嘛？誒，算下幾好。你啊，唔化衣裝，著啲衫做靚。依家唔好翻公司好唔好啊？唔翻工去邊啊？你要成我先啦。你講咗先。你要成我先啊？好，去邊啊？去揾咯。 是记忆没法可承载，是昨天没法敢期待，模糊地描画着将来，明白这幻觉便叫恋爱，就似生命里的潮涨，令那海岸缓缓扩张。 再让我与你朝朝遇上，能用爱去印证世事无常，犹如流星更改方向，犹如奇迹终于赶上，犹如地阔天长。 咁缺水喎，好殘忍喎！情愛就好像一串夢，夢醒了一切亦空，或者是你天生多情，方給呢個愛情嚟到戲弄。唔好煩我啊！而家個心好亂。講單嘢你聽，你仲亂啊！咩事啊？你頭翻個籠一嚟都揾你啊！嗱。
佢一嚟就叉住我条颈啊！好在面懵心整人醒目，擦咗掂佢啫。咧，跟住日就醉成咁啊！我谂我真系辜负咗佢。切，讲爱情啊嘛，讲同情咩？你记住啊，你对佢越好咧，就真系对佢越衰。仲有啊，呢栋陈展唔该单嘢未搞掂之前咧，千祈唔好俾佢见到你添啊，咪有排烦啊！呀！ 啊，仲饮？哎，不要拉我啦！你去边啫？去厨房啊！厨房？喂喂，你搵乜嘢啫？我要酒杯啊！杯啊，酒杯怎么？杯，我帮你攞啊嘛！翻出厅先啦！啊啊！别出！ Emma，喂！你在哪里？哇，还咁天才啊你？我啊！有咩啊你？开瓶器啊？没有开瓶器怎么喝？死要开瓶。 我摆咁大声，等地啊惯噶。是楼上传来的吗？梗系楼上啦，你当雪柜咩？嘘，真的是上面传来的。咪才，梗系听到你话佢顶啦。 开瓶器，唔好揾啊！好啲啊，就咁饮住先啦。吓，出嚟啦，出嚟啦！你点啊？我一定要同展唔讲清楚。呢个游戏之所以好玩啊，完全因为个过程。答案一揭晓咗咧，就当堂冇晒 feel 噶啦。唔会噶，我知道佢都真系中意我嘅。你知唔知啊？ 佢冇翻工，陪我去玩。我日头见完佢，我夜晚就挂住佢。我好似变翻一个细路女咁，好锡佢，又好想佢一样咁锡我。无论我见到啲咩靓嘅嘢，我都好想买俾佢。无论发生啲咩事，我都好想话俾佢听。我觉得而家好幸福，好幸福，同埋好冻。真系好似谈紧恋爱。 搵咩啊？我要喝茶鸡。红酒未饮完，饮咩茶鸡？我要红酒，我要茶鸡。哎，得啦得啦，你出嚟。我要茶鸡。唔该，姐姐，攞支茶鸡。俾阿茶鸡。嚟啦嚟啦。阿妹，我们先嚟猜谜嗬。猜乜鬼啊？妹啊，夜总会咩你估？ 你唔好搞咁多嘢，赶时间啦，就咁怼啊！你一人一罐，讲啖咩？嗱，我先饮为敬啊吓！哇，你喝那么猛，会喝醉的啊！哇，你唔饮啊？一二三，淋。 哎呀！哎，好彩仲识嗌。佢而家喺我度好安全。 你放心，我俾翻你同佢讲。Gary 啊，阿夫
Gloria 係我好朋友嚟。 哦，因為就係你話扮我嗰個女仔啊？係。幾次喎？原來你一路已經知道咗㗎啦。即係你呃我？係你呃我先。即係我覺得我哋喺埋一齊嘅日子裏邊，你好勝我，對我好好，嗰啲都係假㗎。其實我哋呢排幾開心啊！ 你中唔中意香港嘅啫？如果中意，你可以留低。你当我系乜嘢啊？你其中一个女朋友啊？我执到个玻璃樽嚟到香港见到你，我以为童话故事系真噶，但系都系假噶。 小姐，我们上次不是见过吗？你也是回台湾啊？对。香港好不好玩呢？还好。哎，我买了很多东西，你买什么东西没有啊？哦，买了一个故事。你也买了一个故事啊？我也买了一个故事。哎呀，你买了，我也买了。 已经颁布咗最新嘅香港环保条例，香港将全面禁止使用非降解式嘅发泡胶。消息公布之后，劳氏化工嘅股票急幅大跌，由最高嘅6.8跌到得翻个2。个个大股东参与出货，啲股价咧就越沽越低。系咧，陈生，你点知道呢条例今年会通过嘅？迟早都会立例管制发泡胶噶啦。仲有银行贷款方面咁点啊？细节嘅嘢你哋自己研究。 Mr. Jim, you shouldn't buy a company that's going down the drain. 彼にしか予想するだけのためにこの株を買うわけにはいきません。そんなつもりじゃない。仲有啲咩听日先至倾？不过陈生，收购劳氏嘅 project 等住要落实噶。今日到此为止。 花作春泥更护花。你谂乜嘢啊？花作春泥护花更护。得啦，系咩意思啫？我都唔知。跟你咁耐都未见过你咁嘅，搞到成地都系纸，系咩就咩啦嘛，唔好坐喺度咩啦嘛。你讲咩啊？咩咯？ 咩啊？咩咯？你唔好走啦，你唔好烦我。好，成厂都系纸，你咪慢慢搣咯。咦？你系点入嚟噶？要入嚟噶咯。老爷，报警。佢实会阻止我噶。打下电话啦。哦。
你嚟做咩？你搞冧我老细间公司，嚟到我哋就嚟失业，所以我哋嚟教训你 ，Mr. Chan。 I heard you're back in training. Yes, I am. Rematch? Mr. Lo saying you're here? Mr. Lo is broke. It's not about the money. No, no. You got no choice. You really enjoy fighting, don't you? Only with the best. Rules? No rules. Anything goes. But no dirty tricks. Like white. Are you sure? I'm sure. Training. 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Huh? Okay, okay. Coming.
ready? Oh.
冇事啊！喂，哇！呢度成堆火水味嘅。系啊，烧完风，火烧间厂啊。咁就好啦。冇咩啦，我哋嫌疑最大，要坐监。死啦！被搞嘅大镬，啊睇住老板。警察好捉到，坐监啊！死啦！班警，喂，嚟嚟嚟，喂，你肯定俾啲人走晒噶啦。查单 check 咗啦，冇人啦，走晒啦。嗱，呢一封咧，我俾个老豆。 你同我同佢讲声，我好爱佢。呢封咧，我俾陈子唔，你同我同佢讲声，我好鬼憎佢。好好好好，得。呢一封咧，俾差馆，你哋唔使坐监，我孭晒。老板，你孭晒，我唔使坐监，你坐监。我都唔使坐监。谢谢。我同陈志唔谂住一齐，唔使人唔好死噶。点解咁冷眼噶？唔紧要，都死啦。万一点啫？再见啦 ，Mary。龙乃华，你又搞乜鬼啊？陈志，你玩时玩啊嘛？做咩玩咁大啫？我老豆而家赶咗出董事局啊，我乜都冇啦，冇啦。 失时加万，失时加万。老细啊，你千祈唔好有事啊！老细，你有事我哋点啊？吓，你哋点？系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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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遲早立例管制。冇錯，我係想收購你間公司。不如而家我哋合作啊，生產一啲再造紙，咪幾好，一樣啫。你要咁好死？我哋自細讀書嗰陣咧，你成績一定要好過我，做嘢你一定要叻過我，追女仔啊，你一定要爭贏嘅。你最衰係乜嘢咧？哦，你追到之後你唔要噶，原來你唔中意佢噶，爭到你死啊！我一直爭你啊！你爭我，你爭我乜嘢啊？我爭你笑啦！我爭你一生出嚟咁有錢咯！我爭你個名啊，男人老狗奶華奶華咁。最憎你嘅就係追咗我初戀情人莊麗珍。嚇！原來係莊麗珍啊！係真啊！喂，我追唔到佢喎，佢俾個佢嫁俾邊個？嗰個叫咩名？班嗰個羅耀輝。羅耀輝，唔知擔個咩啊？佢個粗頭又大。哇！我鬥咗咁多年。我哋居然冇分別認真談過戀愛，冇真正中意過呢個女仔。係啊，你臨點火，你咪叫 Mary 嘅。黐線！你好大聲添噃，我收過你哋嘅請帖嘅，冇咗下文嘅。冇定冇定，想我自己縮沙。我 Mary 真係好邪，我喺埋一齊嗰陣咧，好快樂嘅，日日都笑噶。好開心啊！冇啦冇啦冇啦，追唔翻，後悔啊！後悔咩用啫？而家你移民去邊啊？揾唔到。喂，我同我沖涼。喂，你自己沖。做乜嘢啊？我又講錯乜嘢啦？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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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想出去念书啊？想出去看看。我等女儿长大喽。爱情是会令人长大的，你不用硬来的，不要强迫自己去忘记的。越逼得紧，你就越难忘记。过一段时间，某一天你洗洗澡，听听音乐。 突然间想起他，那个时候啊，你已经忘记他了。你女儿笑起来好漂亮。阿伯，阿伯，喂，阿伯，你去哪里了？吓死我了！知不知道我很担心？我对你好，就是代表对你不好。啊？我喜欢比较大的男孩子。我是比你大啊。我说这里。这里。如果我做你女朋友的话呢，不出三天一定把你气死。这我谂多阵就明噶啦。哎，你放过我，我吓得死人噶嘛，真系，知唔知啫？啊！ 呢个头发咁时髦，梗系百舞顶啦！真系，呢一笔系我嘅好姊妹嚟噶。系系系。啊，你对我咁好，不如你做埋我家姐啦。吓，正啊！咁我咪做埋佢阿妈。唔系啊嘛？咦，好喎。妈，仔，花，仔，唔系女，妈。 欺负我女儿的人就是你，不是我，不是你是谁？我女儿以前呢、啊、很喜欢笑，很有笑容，自从回来到现在都没有笑过。你知道我这个做爸爸的多心疼吗？问你，你对她做了什么？我从来没有对她做什么。没有，她会怎么会这样子？你给我跟她讲几句话行不行？你别叫她瞪你，你不要挑衅，你让瞪你，你别逼逼我，你别来拍我哦。 听不听你讲话？他叫一头，不要赖在这里，走。阿布，阿布，回去啦！阿布啊，回去！我，哎，说，哎，没事的。 侄女，你都敢欺负！老爷。
今天我就坐在这里，看你能不能过去。你来，你老豆，几英？啊？啊？哎，四伯，哎，四伯，你没事吧？四伯，四伯，你没有事吧？没事吧？我不是那四伯啦。你就让我跟他讲一句话吧。讲什么讲？不要讲啦！阿布，你听我讲啊。讲咩？讲咩？阿布。 不要叫！阿布，不要叫！阿布，搞你哪里不讲事情？要么你把我打死，我只是想跟他讲一句话。好，你要讲什么？讲给我听，来，来来来，要讲什么来？来了，要说说说，讲啊！ 讲啊！好啦，我听个都唔知咩啲噶啦。你嚟做咩啫？你留咗套衫喺我屋企，呢啲衫我大把。解咗你最中意嘅腊味饭。 不过冻咗，猪肉粥会好食。你一套救心，一煲腊味饭就想氹翻我啊？仲有，我翻嚟睇下。每一个我都写句嘢喺边。写啲乜嘢？我中意你。 我挂住你，每一句都唔超过五个字，写到我手指都损晒。其实真系咁麻烦啊！你每个章塞晒啲1000蚊纸落去，我已经好感动噶啦。<笑>你快啲大声啲讲，你究竟中唔中意我？我中意你。 从我卡片这时开始，见到流星插住我裤袋嗰阵时，你起咗个咩怨啊？已经呈现咗咯。哎，你哭什么啦？哎，哎，搞你啦！亲他，亲他，广东话叫嘴亏。 嘴亏！你是？我是小军啊。小军，我认识你吗？我一直住在你隔壁啊。真的？那太好了。好什么？你睇下佢哋。嗱，呢条村嘅女仔全部咁靓，早知我。死啦！介绍嘅女人，你识啊？我有个海豚啊。边个？阿波。 第三，check下美国喺日本嘅海关基地。乜你唔系仲甩咗嘅咩？散咗。散咗啊！散咗咁点算啊？有巴士啦，有小巴，有的士，仲有小巴添，仲有小巴添。系咯，好笑咩？非常之好笑。 哎呀！我最靓 little，
嗱，你中環依上抗立P，我用上科成立科。Victor有冇留低咩線索啊？雷球棍。Sunny， smell， 點啊？有咩頭水啊？嗯。哎。 你轉邊度啊？你轉邊度啊？哇！你再轉手段啊！哇，嚇得我！哦，我用下我哋睇下俾你聽啊！Action！